你醒醒！怎么办呀？这边也没人。吴叔，吴叔。哎，给明浩打个电话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哎，怎么关键的时候关机呢？吴叔，怎么办？哎。怎么了，小苏？吴叔晕倒了，快帮我把他一起送到医院。小苏啊，这年头老人倒了你也敢扶啊？快点啦，救人要紧。哎呀，米猴，可算找到你了。小苏骑车把你爸给撞了，在哪？来，跟我来。人呢？啊，人呢？刚才还说的呀。吴叔，这药给你取来了，医生说你这病得按时吃药呀。这不是舍不得花钱啊。那你现在可要听医生话，不能胡来，要记得按时吃药哦。我这都是老毛病呢。记得按时吃药就行了。这手机。你这回去药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。蜜小叔，你能不能小心一点？我爸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你折腾。怎么啦，米红？你把我爸撞了还装傻是吧？米红，不，爸，你过来。我没有，我看见吴叔晕倒了，我就把他送到医院了。我真的没有。怎么回事啊？小叔骑车把我爸撞了，还不承认？你看，别老是拍给我看了。也其实不是，别打岔。哥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那这样吧，前面的医药费小叔已经交过了吧？后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。我晚点再带点东西过来看书啊。那还差不多。那这样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叔，保重身体啊。哎，哥，你怎么也怀疑我啊？你车倒在边上，边上又没有任何人，能说得清楚吗？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小叔，如果你知道结果会是这样，你还会服吗？我会。那不就对了？当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已经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结果。我很庆幸你坚持你的善良，但我也坚信公道自在人心。哥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突然不难过了。那是你想开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回去把菜洗了吧，一会给你做好吃的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哥，我的车还……哦，我要用。哦，对了，吴叔的病历在吗？哦，我忘了给吴叔了。给我吧，我一会给他送过去。好。哎。哎，英哥，村口那边那个监控能查吗？可以，帮我查一下。好嘞。哎，英哥，就这里帮我停一下。哎，好了，谢谢英哥。没事没事。哎，我哥这不是还是不相信我吗？算了，死阿坤，臭阿坤，就知道吃，占你屁股，哼。明明就是误会我，还不懂得帮我，跟别人那么客气。哎，叔，我来看你了，买了点东西，这个吃得好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吧？买了买了，脸也不让退呀。哎呀，那你就这里就这里就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你的病历，你看一下啊，你这病啊，可得按时吃药，别舍不得那几个钱。啊，你跟小叔就有心呢。哪里，都乡里乡亲的，就远亲还不如近邻，你说是不？那是那是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个。来，这里还有一些小饼干，以后出门呢就带上几包，饿了呢就吃上几块，别再因为低血糖晕倒了。阿哥，哎，您说。哎，我真不应该听那个处长就说了。这怎么说？小叔没有撒谎，我对不起你了，阿哥。我没事，受委屈的是小叔，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会安抚好的。不不不不，我一定要带小米。给小叔一个交代。哎，不用那么麻烦，这是必须的。哎，真没必要，真没必要。小叔，我回来了。哥，我感觉你在忽悠我，你是不是还这么相信我？怎么可能？凡事在你这，我都得搬亲不搬理。那你们还是不信吗？好了，生火做饭。Thank you.
哥啊，你说这次范石山气不气？我做考试还没好报。肯定气啊，我恨不得把那电动车砸了。哥啊，你能不能正经点啊？那你正经听啊，大家都在气头上，总不能把关系搞得太僵吧。可是他们也不听我说呀。阿坤，小苏，这不来听你说了吗？哎，小苏，实在对不起了，是我老糊涂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太自私了。我就想着出事只要有人负责任就行了，也没有了解情况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的礼物，对不起啊。哦，这个手机是你的吧？啊，是我的。你看我这忙起来都没注意手机掉了，还有事情解开就好了，没事。你看，这还让您大老远跑一趟，都说了没必要。哎，吃过没有？一起吃一点啊。不，我们刚吃过，那我们走吧。小叔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哎，东西带走啊！不用了，你们收下吧。那我送送你吗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没事，哥，他们这搞的是哪一出啊？我怎么看不懂啊？我不说了吗？你坚持你的善良，我坚信公道自在人心。